娘回来，如今在我的府上，为何站在我的房间内，听我一看，果然满身的酒醉，的酒味这么重，究竟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啊，我想到了，在那战乱中的时势，原来就是一张树贵，我义母要的家亲。伊通替恁跪做跪啊！以前出来做伊弟弟后，感觉就是伊张美丽的目光，要来报仇，才来利用我的爹亲嘛！哎呀，爹亲啊！阿弟啊，为安怎有你这么糊涂？从今当家就是伊弟弟。Yeah, come on.